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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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所以现在请教练拉票。先说这边，我觉得涂芷莹还有拉娜都很帅，真的没有想到展现了帅气的一面，尤其是涂芷莹啊，总觉得她特别的英姿飒爽那种感觉。对，谢谢教练。再说一下我 Manta， 刚才我一直在尖叫，我就哦，真的，而且包括涛说的你们的那些所有点，你们全都做得特别好，包括那个阵。I don't need no romance。哇，还有那个我称为叫什么贞子舞，贞子舞，真的贞子舞拿出来那块儿啊，对对对对对对，哇，整体都非常好，我反正我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你们这个舞台了，太棒了，真的。而且胡马尔抓你的头发吸引到我了，你知道吗？我看你今天是跟钟菲菲换了个发型，你俩互相。对，我今天是胡菲菲。我今天是迪丽仲马尔。我觉得就是一个字，炸。真的炸，炸炸到我了，炸，真的。谢谢教练。吝啬这边男团的舞这么 power 的东西，其实对你们来说真的难度非常非常的大，而且里面有很多可能只有男生才能做出来的一些动作，其实女生做不好就会很难看或者是没有力量，但是我觉得你们突破了自己。拉娜最开始压力很大，觉得没有跳过这种感觉的舞，但我觉得你在舞台上展现了什么是 girls power， 就又美然后又有力量的女生。然后陈珂还有图图还有马玉玲，我觉得在舞台上整个从头到尾你都一直保持那个酷酷帅帅的那种感觉，特别棒。然后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成长了，教练希望大家能够为他们撑腰呀。五个女生跳男生的这种其实很不容易的，这种crump 的这些动作其实真的很不容易，但他们就我觉得真的蛮酷了。也难，这个更难吧。僵尸可爱了。海陆创始人，您有什么想说的吗？两队教练拉票我们都听到了，我们会认真负责的，我们会谨慎为你们撑腰的，谨慎为你们撑腰的。哎呦，你要干啥？下个腰实力拉票。没有，有点难。好，那么接下来请现场的创始人们为你们最喜欢的四位学员撑腰，撑腰值最高的学员即为本轮的撑腰王。撑腰时间30秒，现在开始。3号5号，拉拉的7。我想问一下创始人代表海陆老师，您投给谁了？避不了的一个问题，我太难了。难不难？难。那你们投了吗？投了。叛徒。其实LT 七战队这个是我真的没想到的，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完成了一个整体性，所有人在每一个动作或者是每一次走位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这个节奏，但是这个节奏是在五个人的调性里边统一完成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了，非常感谢你们带来这样的表演。谢谢老师。说一下那个不送战队的，我觉得你们太神奇了。图图，我真没想到你能去选这个，而且哎，我发现你挺媚的呀。谢谢教练。但是唯一一个我觉得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你们自己每个人都很好，但是整体性会差了一点点，因为毕竟你们是女团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加油。谢谢老师，谢谢教练，谢谢教练。那现在成绩已经在我的手里面了，到底会是谁赢得了这个舞台，又将谁会成为本轮的撑腰王？究竟是不送战队的红色，还是 LTG 战队的蓝色？开始。蓝灯，蓝灯，蓝，红灯。Manta 本轮获胜的队伍是 LTG 战队的 Manta， 同时也恭喜曾雪瑶以97撑腰值成为了撑腰王，祝贺！雪瑶，这很棒。我觉得我值得，我以后就要去奔着最好的做，不为自己争气，要为支持我的创始人们争气。你们在下一次排名，我可能不是前七，但是别人会说曾雪瑶她值得前七。我觉得我是个黑马。